吼，咱拢分给很大部的群遐，啊，过来咱集会的。哎，还有其他的吗？不用了，好，这样就好。各位乡亲哈，新年恭喜！我们彰化区议会哈，每年都我们在连结这段期间哈，我们都会准备一些那个礼盒哦，来啊，提供给我们消费者。我们今年所准备的礼盒哈，有一种是特级的礼盒，还有一种高级的礼盒。特级礼盒的部分哈，我们就是有总共有六项哦，包括我们的鲳鱼啦，啊五仔鱼啦，哦还有那个鳗鱼蒲烧鳗，哦还有那个干贝，哦还有那个大鲍鱼，哦还有那个啊草虾的部分，总共六项哈，价值哦超过3000多块，我们才卖3000块。哦，然后高级的部分哈，我们也是六项产品哦，包括我们的那个那个什么石斑鱼哦，还有那个草虾的部分，还有那个龟切哦，还有虱目鱼肚的部分，总共有六项哦。我们差不多价值1700-1800左右，我们卖1500块哦。我们准备的数量不多哦，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希望乡亲能够来这边选购，然后特别跟各位提醒，我们到2月10号止哈，我们来这边消费1000块哦，就会帮各位登录，然后会送农油券250的价值，然后农油券的部分哈，就在3月2号要啊那个发给各位哦，所以说啊这段期间赶快哦来这边采购，就有这种优惠，并好像是风声鹤唳哈，已经开放莱猪要进口，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哈心里难免有一点惶恐，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鱼类尤其我们的鱼产品，我们就是相对的安心安全尤其我们像那个蒲烧鳗啊，那个乌鱼子的部分啊，那个鱼酥的部分，相对的所有的鱼产品相对的安全所以说在我们心里有受到压力的这段期间，我们就来选购我们的鱼产品，让各位吃得安心，吃得安全。对呀，还有其他的吗？不用了。这样就好，不好吃啊，好吃。现在又有优惠，又有优惠。对啊，它鱼会的东西有挂保证，它比较实在，真的，它的东西很好。农农券到最后3月2号的时候会在这边可以使用。这样算过吗？还是好，刷卡，但收进去了。哦，你收进去了，卡片。好。